So hello， 大家好了，没错，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马六甲啦，就是我会跟公教中学管乐团合作做一个 crossover， 然后他们是像那种敲击乐队喇叭那种，比较高级那种，然后呢地点就是在培丰中学大礼堂，明天22号7月晚上7:30，我们不见不散，还没有买票的快点去买啊！